说吧，求您放了库尔班，也求您不要为难我弟弟，他还是个小孩子。嗯，那我就让他们在办喜事的同一天，从大牢里把人放出来。老爷，要是说到做不到怎么办？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以后我要把你的野性好好收一收。 群牛群马是需要有人去放的，伯克就是放牛放马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就是我的牛马，难道你还想当主人吗？除非天在下面，地在上面，难道这个道理你今天还不明白吗？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现在明白了，老爷，请您收留我吧。嗯，这样的话我爱听。啊，嗯，你带他到女管家那儿，给他换上一身好一点的衣服穿吧。是，请。 老爷，您马上就要享受阿那尔汗了。老爷呀，我可看得出来呀，他还是一个没长虫眼的青苹果呢。嗯，等我办完了婚礼。 就开始操办你和阿图纳伊的婚礼。谢谢老爷，您对我的恩典。传我的话，三天后举办婚礼，告诉所有的百姓，是阿那尔汗求着我收留他的，要让百姓们明白，阿那尔汗的路，才是他们应该走的路。 当然了，为了表示我的仁慈和高兴，一定要多宰几只羊，多做几锅肥美的抓饭。百姓来参加我的婚礼，无论送礼多少，都必须让每个人都吃上一顿丰美的肥肉抓饭。是我的老爷，小人我这就去安排。嗯。 你们大家全都给我听好了。阿那尔汗到乌斯曼伯克家里去了，求伯克老爷收留他。他愿意好好的伺候伯克老爷。乌斯曼老爷可怜阿那尔汗，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乌斯曼伯克老爷，请你们都去参加他的婚礼。对，都来参加他的婚礼吧。乌斯曼，你们大家送礼多少，都请你们吃一顿肥肉抓饭。好了好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欢呼啊！啊，你们为什么不欢呼？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啊？就是。好了好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欢呼啊！啊，你们为什么不欢呼？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啊？就是。好了好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欢呼啊！啊，你们为什么不欢呼？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啊？就是。好了好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欢呼啊！啊，你们为什么不欢呼？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啊？就是。 记住。
到了八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封信亲手交给热河曼。啊，好的，放心吧，杜医生肯定误不了。好，哎，快走吧。嘿，小心啊！撤，撤。 什么重要事情？我刚刚接到来自阿沙乡的消息，乌斯曼伯克要去阿纳尔汗为妾了，婚礼在后天举行。乌斯曼的这种杀人夺妻的恶劣行为，已经引起了民愤。现在阿沙乡的老百姓推举我向您恳求，恳求您能放了库尔班。我相信您比任何人都清楚。 库尔班根本不可能是什么通共分子，这完全是乌斯曼伯克为了霸占阿纳尔汗凭空诬陷。阿沙乡的全体百姓不希望也不相信您作为一个堂堂的政府专员会甘心成为乌斯曼伯克霸占人气的工具。老百姓的话您可以不听，库尔班也可以成为您的刀下冤魂。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如果库尔班死了，那么阿沙乡的老百姓。 一定不会答应的，专员老爷，我作为库尔班最好的朋友，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所有人的。我现在就去大牢门口等着，我希望能在那儿看到被您放出来的库尔班。您要是派人抓我、杀我，我也不怕，我等着。阿沙乡的老百姓不怕死，他们想从专员您这里看到公道。 你出去吧。是。库尔班，起来吃饭。啊！要过节了吗？你先吃吧。 吃完了，我告诉你。我听说过，犯人死前都会给他吃一顿好吃的。难道我？热赫满不让我提前告诉你，现在想瞒也瞒不住了。明天，他们就要送你上路了。送我上路？ 怎么，你还是要放了那个库尔班？你知道的好快呀！为什么？嗯，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这是民意。阿沙乡的老百姓集体保这个库尔班，这还不算。你知道乌斯曼伯克做了什么吗？ 他把刚刚要和阿纳尔汗订婚的库尔班送到了八成，要借我的刀杀了他，还没等库尔班死呢，他就迫不及待的把阿纳尔汗纳了妾，我们成了什么？成了他的帮凶，我们成了乌斯曼伯克手里的刀，成了替他杀人夺妻的工具。 库尔班根本不是通共分子，这一点我清楚，阿沙乡的百姓清楚。
乌斯曼伯克更清楚，我们要是杀了库尔班，乌斯曼伯克高兴了。可是，阿沙乡的老百姓都会找我伊明闹事的。上次你当着我的面同意杀了库尔班，现在又出尔反尔，也没有和我打个招呼。和你打招呼？ 八成的专员到底是我一鸣还是你？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专员撤掉。如果你撤不掉我，八成的事情轮不到你来说话。打开。 别出来，打开。你可以走了，库尔班，任何库尔班。 奶奶，这是给我们端来的吗？哎，这是给新娘子准备的。你们各位姑娘们，等一会儿有抓饭吃。今天乌斯曼老爷家的抓饭可是放了大块的肥羊肉的。等上抓饭的时候，别都端给外边的来宾，没人管我们了，是不是啊，姑娘们？好，姑娘们，你们别着急，我这就出去。 不过，在讲究的人家里，伴娘可不能坐在新娘子旁边吃抓饭的。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吃抓饭呀？哎呀，乌斯曼老爷家怎么会没有你们吃抓饭的地方呢？就在旁边，那边有一个
专供上等女兵做客的大房子，专门给你们留了一个地方。等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可要守规矩，不要大声说话啊！知道了，知道了。我去了啊！哎，停停停啊！哎，快点快点啊！哎，手脚麻利点。吃好喝好。今天的客人可真多。是，我先去老爷那儿看看。哎，请请请啊！哎，把席给我端过来。是，快点，请。阿迪丽，你真的不跟着我们去吃羊肉抓饭吗？哼。嗯，你姐姐的婚礼你也不参加了吗？不。为什么呀？姐姐对不起我库尔班哥哥。可是你库尔班哥哥可能回不来了。谁说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姐姐他也按了手印，热赫曼大哥已经拿着请愿书去救他了。姐姐为什么不等库尔班哥哥呀？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姐姐呀？我问过，可是姐姐光是哭，她什么也不说。你别怪你姐姐，她已经很可怜了。她这样做是为了救你库尔班哥哥，也是为了不再让他们欺负你。可是库尔班哥哥，他要是知道我姐姐嫁给了别人，他一定会伤心死了。阿里木大毛拉，他来了没有啊？来了，我的老爷。大毛拉一向是最守时的。这么说，阿里木大毛拉是同意为我证婚念经了？当然了，老爷，阿里木是我们阿沙乡最受敬仰的大毛拉，而您是我们这儿地位最高的伯克，有谁能配得上为您念证婚经呢？我们的婚礼程序是不是跟大毛拉说好了？您放心，我的老爷，您又不是第一次当新郎了，这些事都是老一套，不会出差错的。您请。
姑娘们，快过来吧，这是我为你们抢来的第一盘抓饭，咱们到女兵厅去吃抓饭去。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吃抓饭去，吃抓饭去。哎呀，拿着。哎，走。哎呀，快去，快去吧。安纳尔汗，是我呀，我是库尔班。库尔班，啊，是我。库尔班，库尔班，安纳尔汗，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快跟我逃走，快点！可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们怎么逃得出去？快去换衣服，来。你们今天可真是有面子，让我来伺候各位啊！这些还不都是托了阿纳尔汗的福？行了，老子到现在还没有吃上饭呢，倒让你们先吃上这么香的抓饭。那你去一边坐下吃啊！少说两句吧，小心别噎死。今天来的人可真多呀！哎呀！真是什么人都有啊！看来这么多年没吃过抓饭的穷骨头全都来了。撑死几个才好呢，真是没见过世面。守着，我过去看看。哎，要去一块儿去，凭什么你去吃肉，让我在这守着？哎呀，反正今天是办婚礼，来的都是宾客，在这守着有什么意思啊？走，咱们吃肉去。哎，走。
阿里木大毛拉，请问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好的，我们马上就开始。老爷，请吧。现在，请新娘子的代表站到我的面前。新娘子的代表过来。 新娘子的代表呢？没来呀。到了没有？新娘子的代表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啊？老爷，新娘子的代表到了没有？过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呦，不会有什么事儿吧？为啥来不来？哎呀，真行。 哎呀，真好吃！好吃了啊！你们怎么都去吃抓饭了？竟然没有人陪着新娘啊！阿纳尔汗，新娘睡了。哎呀，那可怎么办呀？头都白梳了。阿纳尔汗，阿纳尔汗，怎么办？阿纳尔汗不见了！阿纳尔汗不见了！怎么办啊？老爷，不好了！老爷，怎么了？跑了！ 阿纳尔汗跑了！来，混蛋，废物！来人呐！来人！在，把阿纳尔汗给我抓回来！快去！快！快！快点！停下！停下！他竟敢逃跑，竟敢搅了我的婚礼，栽了我乌斯曼的面子！我还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我要杀了他！我要吃了他！哎，老爷！老爷！ 活的就要死的，他就是跑到天边，也要给我抓回来！快去！快去啊！快去！这，玉。 这鞋，你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是啊，都带上吧，这些东西路上用得着啊。热赫曼，谢谢，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热赫曼哥哥，你是我和库尔班的救命恩人，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掉你。啊，老爷，老爷。 从八城回来的人刚刚报告说，库尔班被放了。什么？他是什么时候被放的？今天早上。难道是他跑到婚礼上，把阿纳尔汗给偷走了？我看很有可能是他干的。这个该死的东西！移民专员不是答应要杀了他吗？怎么会放出来的？ 那个热赫曼拿着警院书去找过移民专员，他为了库尔班的事一直在四处奔走。是热赫曼，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该给他点颜色看了。你跟我去，到他的家里去搜，一定要给我翻个底儿朝天。是老爷，你放心，我马上就去办。
您好，安妮巴姨。你来找我干什么？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这是在找人还是在砸东西啊？看见阿纳尔汗了吗？阿纳尔汗不是嫁到你们老爷家去了吗？为什么会来我家找？他跑了。你要是看见他，一定要来报告乌兹曼老爷。你们这么多人都看不见，我怎么能看见？行了，废话少说吧。热赫曼在哪儿？脚长在他身上，他去了哪里，我怎么会知道？一定和阿纳尔汗在一起。库尔班，你们就顺着这个方向走，不要拐弯，过了沙漠以后就可以看到一条河，那条河就是乌宗河。乌宗河？嗯，我听说过，夏天水大的时候可以一直流过沙漠，流到塔里木河里，是吗？没错，顺着乌宗河往北走半天的路，你们就可以走进胡杨林。再走上一段，你们从老胡杨树那儿往东翻三座沙山，在一个沙洼里有一个小湖，是从乌宗河里渗过去的水，湖水是淡的，湖边长着红柳和旱芦苇，还有很多的野兔子，那里水草丰美，非常适合人居住。我想你们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我把那个美丽的地方叫做图西汉勒克。图西汉勒克？是啊，你们两个就在那里安家吧。等我安顿好了家里和生意上的事情，要去克什米尔的时候，我就去图西汉勒克找你们两个，把你们带到克什米尔去。你们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露自己落脚的地方。好的，谢谢你。走吧。我会去找你们的。
怎么样？没有。阿迪林，你姐姐藏哪儿了？她去了你家就没回来。我看是你们把我姐姐藏起来了。臭小子，你一定知道你姐姐藏在哪儿了，不然你怎么不在自己家里待着？你现在也没在自己家里待着，你怎么也不知道？你这个臭小子嘴巴还挺厉害。我告诉你，我们早晚会把你姐姐抓回来。你要是看见她，就让她乖乖的赶紧回去。啊，乌斯曼老爷也许还能饶她不死，要是被我们抓住，那么乌斯曼老爷一定会扒了他的皮，做纳格拉骨面，知道了吗？姐姐一定是和库尔班哥哥一起走的。对，大婶也是刚知道库尔班从大牢里放出来了。姐姐她一定是早就准备了要逃跑的，她一定是和库尔班哥哥一起商量的。哎，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姐姐她一定是怕你为她担心。可是她不告诉我，我还以为……我都已经好几天没跟她说话了。姐姐她一定非常的伤心。放心吧，你姐姐她知道你喜欢库尔班哥哥，她不会生你的气的。女的走这边，男的往这边站。等等，快一点。等等，去吧。热赫曼说的那个突袭哈勒克，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吗？
怪了，难道库尔班和阿纳尔汗两个人上天入地了？哎，就是啊，我们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能设卡子的地方也都设卡子了。可是，阿沙乡我们已经找过几遍了。我看他们藏在这么近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远走高飞了。我看那也不一定，说不定就藏在谁家的地窖里。好了，别争了。尘土中扬起你美丽脸庞，漫漫长夜锁不住飞的翅膀，北洋树下我想爱人，我向爱人方向眺望。阿纳尔汗石榴之花，向着黎明奔跑的花，我心中燃烧的一朵花。阿纳尔汗，哦。